顿镇的山卡里有3300外户，人数会当讲是相当的多。自从开始办社区关怀基点了后，社区长辈会当每礼拜三固定来上课，所以大家心情拢比起较早是更加快乐。社区这次开办的课程当中，也查长辈来学习用各种吸水的纸做尿杯啊，和长辈大家是拢算个真趣味，才咱来看卖。在老师的指导和志工的合作之下，所有长辈共同来上手做课程，大家一边开讲一边互相帮助，大阵人会用每礼拜来这联络感情，不但因此开始认识朋友，未感觉孤单，因为资讯流通对上时代，甲孙仔之间嘛有愈来愈侪话会当开讲。来这吼，较袂到处无聊，啊看电视，啊来这大家同事吼，互相足欢喜的。现在如果跟那小朋友咧讲的时阵，阿妈你落伍啊！伊迄孙仔到顶都甲我念讲我咧落伍啊！哦，啊我即摆来遮老师教教教，我即摆转来我讲阿妈无老人痴呆，我会用教你个话，你要算啥我教你算，哎呀，伊若有转来我有法度甲伊讲话。讲迄款个小朋友个话吼，因就感觉足欢喜个。这是山卡社区关怀古店个上课进行，这个社区也特别邀请老师进来指导长辈，家己动手用纸来制作鸟仔。看起来简单个过程，其实当训练长辈手甲目睭个协调性，麦当促进因个大脑思考。就是要来做这个猫咪吼，啊猫咪是完全拢用纸做个吼，老师是用专门用纸做个，结果咱个学员吼啊，有甲足欢喜个吼。到尾啊，下一课程会把这个连接在这个开始面顶吼，这扇子上面啊，给长者吼，会感觉回忆童年啊，啊嘛真趣味啊。帮助老人家嘛，他们动动手啊，动动脑啊，把他们的那个以前的记忆啊，看到猫咪呀、啊，有什么形状啊，他们自己在个 DIY 再创作一下，不一定是叫我的那个模型做了哈。啊，他们来这里啊，会很开心呐、啊。草屯镇山卡里有3300外户，人数是相当多。未来社区嘛，希望能开办更加侪工，招募更加侪长辈进来古店学习，落实服务长辈、照顾长辈的意义。记者赵雪，差不多。